在去哪里？去吃蚵仔什么蚵仔喝蚵仔蚵仔啊，听说是这个像行阿来炸蚵仔，是真的行阿来哦，真的在行阿来，那听说很好吃，在巷子里面，我们带你们去。哦，有没有看到糖棒了？在这里巷子内哦，行阿来蚵仔煎，真正是行阿来。你若不是行阿来，你找吗？不能在行阿来哦。真的有人呢，欸，好多人哦。好，都各一个一个一起吃好。总共三位，我们已经给你了，太谢了，谢谢。总共三位了。好好好，我稍微想在哪里，再想想不想啊？哦，好有料哦！这人太多了哈，角度不好拍。这是你的。好一个啊，三个。你找我找我来这边。花枝哎，哦，满满的花枝哎，好棒！啊，小菜又要去了。哦，好多的菜根还有花枝，你看，有还有蚵嗲、肉嗲、花枝嗲。好酥脆的皮，它满满的肉。哦，这个就是行阿来，里面都是行阿来的人才走得到，因为在巷子里面，真的是在巷子里面。蚵嗲很好吃，不错，又便宜。有来玩工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。方一啊冰，哦，好像有报道过的呢。好，一人自己拿自己的。哦，放一千呐，哎，那退潮的时候下去，你那个蛤蟆，对对对，台湾可以，没那个是台湾比较远的，台湾可以比较亲切，台湾可以，台湾可以比较亲切。我爱叫我做起来，禁止攀爬。用可可做一匹马，哎，哦，真的呢。哎，你看那个灯塔，还在亮，哎。对啊。哦，我要吃，我要吃一只，我要吃好心情。好，我就买一条。里面有好心情吗？心情好的，好心情。哦，心情好。加两只。有完工哎。五啊五 ，OK。那个呢？赚。哦，谢谢。钱付了吗？付好了。付好了。你再问一次，我多给你刷。哦。你确定你要吃这样？给人家放到网络上看，他慢动作，我可以给他300倍快转。
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怎么样？又炸，好心情，心情好，赞。小孩子在上面。耶、yeah!。